我没有那么多工具吗？啊，对啊。那条感觉你是会吓死的。会吓死啊！真的假的？有刀吗？2006好媳妇。哎、欸，后面那位，有平常下属吗？不会煮饭。不会煮洋葱。我只要吃的搞好料就好了。好。动嘴就好。一等高下。好。一刀不要切哦。切。要。然后豆皮一定要，麻烦两份。哎、欸，我们是吃素了，是不是？很小朵耶。对啊，确定吗？我现在花椰菜应该蛮贵的哦。贵，好吧，那就走。小孩子来做选择，两个都来。都来，都好吃，那个也好吃。这位先生，这位先生，注意一下你的音量。来。来 take 这个。来，都买，全部买一份。那什么，不是牛吧？不好意思，牛我们不行。有人不吃牛啊？对，因为有人不吃牛。啊，有人不吃喂、啊？真的假的？有鸡吗？你真的不吃猪吗？不能吃，没有很爱吃。没有很爱吃。喜欢吃跟不能吃一样。可以吃，可以吃。我不能被管理的。这奎拉姐非常的严格哦。对啊。这个鸡肉吗？吃啊，吃。那鸡肉就买一份。啊，猪肉嘞？肉是你吃猪吗？他什么肉都吃。人肉吃吗？人肉。小鲜肉吃过吗？小鲜肉吃不吃？小鲜肉。他就贴你的来吃。我觉得怕。我觉得怕。鱼有吗？鱼。鱼需要吗？鱼也可以啊。他现在是刚刚好的火锅料。刚菜。火锅料我爱。豆子可以吗？放都放。哎，你不要吗？我不要。多少个人？够 OK 吧？12个人吧？十个。这样够吗？这煮下去就很少了呢。需要蛋吗？今天我们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。有需要蛋吗？还有面呢？要啊，要蛋啊，一定要蛋啊，蛋营养哎。哎，我们烤肉的时候可以买棉花糖。那、啊、你知道买竹签？对，但要你的手插着烤。哎、欸，不行。哎，我们的调味呢？贵的呢，你说火锅的底摊吗？哦、你贵吗？等一下的，哎、欸，锅底，对，我们去找锅底。我们有刀吗？有刀啊。什么刀？朱老师提供的鸡公剪刀。可以哦。削铁如泥。豆腐要不要？哎、欸，蛋。豆腐打了。要蛋。蛋啊，一定要蛋哦。我们那个时候做布朗尼的时候就有刀可以用啊。你应该不够力吧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不懂。那就用朱老师的鸡公剪刀。火锅面，它是有火锅面。可以啊，火锅面。哪里有火锅面？哪里有火锅面？有这种东西吗？第一次看过火锅面，那要不要来个？这个都是火锅面来的吧？一碗拉面。可以哦，这跟你说不能吃牛。白叶豆。
你在品尝这个牛肉的。买点面就行。我不吃牛。那你怎么还选这个？没有，他爱吃牛吗？我就给他说，哎、欸，你这很适合你。哦。是要买面吗？是要买面吗？我这会有饭吗？有饭吗？没有吧？没有饭。那就买点面吗？再来一个，都可以。细的应该比较好抽。这个是细的吗？买细一点。这是细面啊。细的啊，拉面啊。这个有它，这个有调味，是调这个什么？这个有调味吗？这是变成拉面火锅了呀。这家还是买这种细面吗？细面，它是变成三个拉面。拉面。拉面。哎、欸，对，牛奶。好了，这里可以分煎。不行，海鲜。我们可以分两锅吗？我们吃。没有鸳鸯锅啦。那就香菇就好啦、啊。对啊。香菇三块。香菇就没有争议的吧？好，就这个。对啊，完全没有。够吗？这个应该不够吧？我们很大锅哎、欸。我们没有很大锅、啊，就这样。这个里面有很多。那、啊、一块够吗？这个很久好吗？我是啊，这够啊，够。好，那就这样。拜客吗？要吧。这样。想要我们吗？来，欢迎赞助。请问铁罐跟玻璃罐放在哪里？嗯。亮吧，容量。哎、欸，是吧？应该是容量。那就铁罐。可以来一个吗？就这个。嗯。买这个就可以了。好啊。那有没有人要带？这个好油呢。那只是你看不到油，好不好？那只是你看不到油。一样的东西，正常的啦。好，就知道我没在想。东粉公主精挑细选，超粉丝三混。好。三混。面线。对呀、啊。这个名称很特别。其实是火锅用。这个脆面是最好的。什么脆面？那个黄色的包装。脆面？我怎么没听过脆面？阿姨有下厨哦。蒸煮面吗？那个叫做什么面？那个绿色的那种面叫什么面？王子面。王子面是最好吃的。哦。火锅用王子面最好。王子面要去那边看的。亲爱的顾客您好，欢迎来到中央防疫政策。王子面很好吃的。对啊。蒸煮面。对啊，还是锅烧意面。蒸煮面跟蒸煮单有什么关系吗？可能是兄弟姐妹哦。哦。我打电话问一下。好，快点。哎，你有蒸煮单电话是吗？我帮你打电话问一下。如何？现在吃什么面？还要那个吗？不是啊，他说王子面。这个是王子面那个啦。这个面很像。要去靠边区的。它是鸡蛋面嘞。那感觉很好吃哎。其实它那是额外地调味的，所以面其实吃起来只有酥跟细而已。那应该够了吧？里面有5包，这样10包了，10包我们有超过10个人。这样找到了是吗？不是，70球。要70球，我要。有没有芝麻汤圆？甜的。哪有人煮火锅？他自己买的。你们有没有吃过清景泽？清景泽就有。有芝麻汤圆有。我要甜的芝麻汤圆。桂冠可以吗？可以。这个蟹肉棒吗？可以。芝麻汤圆，哦，蟹肉棒很多。他吗？只要是汤圆。妈妈，我摄影师，我们摄影师想吃。你要把十颗吃碎啊！他走那么多颗、喔，好 ，OK， 可以。我爱吃汤圆。OK 啊，可以。这蛋饺够吗？对啊，没看到蛋饺。啊，蛋饺嘞？他应该是卖完吧？那里啊 ？OK， 我的蛋饺吗？姐，你敢拿吃吗？那个耶，哦，眼睛。我急啊！那个是烤的啦。等中秋节我们带去烤。会不会太多了？看看我们买了。差不多了吧？会不会有？这会不会超支？没关系，我们有志龙。喂，谢谢志龙，谢谢志龙。志龙是谁？那我也谢谢一下志龙。刚刚说都买了。我也谢谢一下志龙。我觉得我们蛮吵的、欸。小朋友才做选择。当自己家在。都买啦。
好，吃了火锅是不是要搭配些什么？还有一个重点，酒。对，喝酒。开车不喝酒。喝酒请小我。嘿，你们要哪一种呢？金牌好了，虽然我们毕竟我们刚比完奥运，我们都想要金牌。对。好，金牌行。要吧，要酒吧。谁拿一？要酒吧，要酒吧。还不是不能开车不是吗？没关系啊，反正都是你在肯特老师。我们都可以看很久。我说其他人。其他人都。睡公司。今天只是睡公司啊，一定够大，一定够大。今天毛起来了。真的要吗？真的要吗？反正我家在隔壁而已，我说 OK。要吗？那就扛啦。开玩笑的啦，走啦，走啦。这里应该够了。我们是不是绕出来了？面包。阿绿他呢？他可能拼命去找新鲜，在这里。去找什么了？豆腐吗？你是找豆腐？不是，我要去。不是，不能录啊。他买豆腐，买豆腐对不对？对。那个是不是要拿来煮火锅的？我看一下你拿什么料。我看一下。哎，这是。不要烦。卫生纸。快点。不要躲。怎么感觉一摊开来好像没有很多？我来装。来，我们来猜这些买多少？3000块，59900，至少59900啊！还加能量水。来，大家觉得多少？你不能来，收的是肯特老师，你说多少？2000块。怎么可能800块啊？价差最少的人送一颗蛋。1800。送一颗蛋，九百，快接近了。1700。可以。1800。拿公布多少？1950。这是什么便宜的内幕？我们那时候在买的时候，一直以为会超过，对啊，因为真的超过。结果我发现有点难呢，要买超过的。我们的摄影师说不用选，都买，小孩子才做选择。对，他们都说，要这个还是那个？我说摄影师是谁？下次不要让他去了。他说超过的话，他赞助。他私人赞助的。摄影师是谁？私人赞助。购买食材的这个路上呢，我们遇到了很多的分歧，就例如说大家说，要买这个还是那个好？那我是觉得呢，小朋友才做选择，我们都买 OK。那我们最后呢，我们在面上面，我们有买拉面，然后有营养面条，但最后呢，我们还是选择这个王子面，是由我们这个 Rita 小厨娘她所推荐，她说这种面煮起来是最好吃的，专门卤味用的就对了。然后我是不晓得，好，那我们就是待会就是拭目以待。OK， 那其实今天的食材呢，就是我们也觉得很奇怪，怎么没办法把老板给我们的quota划掉，因为我们以为都是会超过，然后我们原本就想说还是待会可能要刷卡。反正就是没有超过，就是真的已经少很多了啦，都是拿去洗拿去煮的。那这样我们来花1950，这样子就是小小的，希望大家呢可以吃得开心。把剩下的肚子的钱呢，通通拿去买饮料。买饮料，吃东西就是要配饮料。谢谢老板。我们谢谢老板。谢谢老板。谢谢老板。我以为剩下的会带回来用，结果老板还有点花掉了。我觉得我们原本想说，就是我们把那1000块就是我们5个人平分。来，来到我们这个厨房的现场，那么看得出来，这个说的应该是男主在下厨的，他的动作看得出来是非常非常的生疏。OK，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再到这个，来，我们镜头往前。你可以看到这个 Rita 非常熟练的刀工，非常非常厉害。你看，看得出来，平常应该都是我在下厨的吧？没有。
哎，不对，你刚才群人不是跟我说你有在下厨吗？有啊，可是我吃的都是太健康了，没人要吃。太健康的东西 ，OK。那我们接下来换到这个 Irene 菠菜，看得出来这平常也是我在下厨的一个这个技巧，这个手法相当的熟练。平常有在下厨吗？很少，相当的少。那看得出来，他应该本身是属于偏不行的选手。OK， 好啊，那我们就期待他们的，这是什么？紫菜菠菜吗 ？OK， 好。是用这个香菇汤块，加上基底就是用那个洋葱下去调味。那现在呢，一个不小心就已经把它丢满了。来下。下哦，还有番茄。应该大家等一下可以先吃。对。番茄要提味，对，你就一定要这么豪迈的把肉全部下去，对不对？因为有肉才好吃。有肉才好吃，完蛋了，满出来了。是啊，那肉也没办法吃，对不对？鸡块应该要生出来，对不对？鸡肉已经丢了，丢了。这里在。鸡汤已经要满出来了，这也不是四分之一，再丢就慢出来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我们的主厨是他。哈哈哈哈哈！我还送你，我还为你们是那个厨师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主厨是主厨是我们老板。对，油脂啊，这就是我们中秋聚餐的烤肉的选择。好啊。哎，你不是说牛排？对啊，牛排广告打这个。哎，我觉得我要再来多一点点。先等一下好不好？已经够咸了吧？来，要吗？刚好谁要？你要吗？我要。一点点。是原味香的。哎。我觉得是原味啊。再来一点。健康。然后就我还要。好了。我说还没有送筷子。我们太多了。可以的。不是说帮你。他是全部都熟了是吗？吃是不是？真的好吃，能不吃吗？要啊！布丁，你怎么了？我偶像好火。好，快点。等一下看。快点呢？不可以浪费食物。不烫吗？很烫吗？